谁比理解更什么？我在画图。又画了什么东西？画了小蝴蝶、小雨鱼。嗯，弟弟，好可爱，是怎么弄的？这样子，我教你啊，弟弟，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好，你先用好可爱，爸爸就给你看，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呀，好可爱。给你看是不是？先弄给爸爸看呐、啊，弟弟，好不好？对对，这个收起来，好，谢谢。拿好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给我。有没有蛋饼萝卜糕，弟弟？弟弟，帮爸爸买蛋饼萝卜糕好不好？好，老板多少钱？100块。你有没有钱？没有钱。那老板钱给你，拿好哦。好，拿好，拿给老板。来，妈妈拿给你。好，跟老板说还要一杯冰豆浆。冰豆浆。蛋饼萝卜糕，蛋饼萝卜糕，蛋饼萝卜糕，还有一杯冰红茶。蛋饼萝卜糕，蛋饼萝卜糕，红茶。老板多少钱？没有钱了。来，妈妈钱给你。没有钱了。来，妈妈钱给你。拿给老板。那拿好啊，钱要拿好。好，钱拿好，钱拿好。没有钱了。有了，妈妈刚刚才给你啊。妈妈当然收你的。拿，拿给爸爸，给爸爸拿。来，快点拿，弟弟。好可爱呀。阿弟好可爱，是怎么样？好可爱哟！哎，弟弟，弟弟，好好看，好可爱，这个颜色怎么弄？好可爱呀！好可爱，怎么弄？这样子多好看！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怎么弄？弟弟想睡觉了啦。哦。完了，给爸爸拍手。你叫我。拍手。拍手。太夸张了。拍手，爸爸吃完了，好胖。要。笑一个嘛。好可爱，怎么弄？好可爱，怎么弄？好可爱，怎么弄？要。要。妈妈看看。好可爱。好可爱，怎么弄？你看爸爸，爸爸，好可爱呀！哈哈哈哈哈！好可爱呀、啊！爸爸弄坏了。爸爸弄坏了，对，爸爸弄坏了。弟弟，你用一个好可爱的，好可爱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个，是好可爱。
你先用，你先用一只好可爱、啊。娃娃猴娃娃猴娃娃猴娃娃。你用一只好可爱给妈妈看好不好？猴娃娃。你用一只好可爱给妈妈看。猴。